各位台友早晨，現在是6月4日上午6時40分，今天是好日子喔，好像因為這麼多年來紀念的六四呢，我記憶中呢就出席過那些維園活動呢是兩三次，到一到啦，睇下啲氣氛啊，啲人搞乜嘢，去了解一下。但我對呢啲事件咧係好忠誠嘅，首先要聲明先，比較好忠誠。任何一個國家、一個社會、一個時代咧，都有不停嘅碰撞衝擊。但我衝擊同碰撞帶來的影響呢，就如果根據印度的學問，即是我講印度學問，破壞會帶來建設的。所以我們看回那個回顧一少少時代的歷史呢，那六四文運呢是令到一個社會很多人的反思啊、反省啊，乜人類應該有嗰個智慧，去將一啲負面嘅問題咧變翻正面。當然呢個都係涉及一個好大嘅卡瑪，好大嘅卡瑪，好大卡瑪。所以我哋喺 Buddha 嘅學問咧，睇個世間係無常啊嘛，無常咁啊，變幻先永恆啊嘛。但是有一個好的消息，為什麼會這樣說好消息呢？那就少了一些衝動摩擦，那就政府基於很多政治的環境啊、氣氛啊，好像這幾年呢都沒有了這個六四燭光晚會的活動，那對有些人的情意結呢就好像有些失落。但如果這個感性情意結呢，就給大家一些溫馨提示，對我們人生的未來呢沒什麼大的幫助，除非你是搞手的分子。據我所知，個人意見和我自己的資料搜集，亦都冇贬低人哋嘅意思嘅，因为呢个世界咧，只要你有一个事件出嚟，就将会有好多叻仔、投机分子，咁咧利用啲事件咧就浑水摸鱼嘅。咁有几多人靠呢个六四嘅事件去浑水摸鱼咧？富贵咧？大家自己可以上網看到。但我當年對過六四文運最大疑點呢，是在1992年香港電台跟我做了個訪問，我就問了曾志華，我你沒有想過坐在天安門那麼多人，那兩餐邊個支持先？喂，咁你要食嘢噶嘛？邊個接濟呢班人呢？佢當年答我唔到噶。我如果有人接濟，當年我記得八九民運嘅六四咧，嗰陣時啲人打工都係200蚊到一個月嘅啫。咁你接濟佢哋喎，冇話講三餐啦，一日兩餐啊。咁同埋有好多外面省市啲人坐交通費嚟，咁咪答我唔到。咁到後期報紙又買啦，香港又有好多人籌咗款拎上去啦，咁又有人呢中飽私囊啦，那個李卓人。所以我由頭到尾呢對呢啲咁嘅社會運動呢保持一個
抽離去看的。當然你要講個前因後果就很多啦，最重要呢就是李鵬失職，不是李鵬失職，講錯，他是第二針失職，第一針呢就北京市長和市委書記失職，他一早聚人的嘛，一聚人那你不是，我們要搞個五一勞動節啊，或者六一兒童節啊，咁一做啊清理咗之前，但呢個清理都唔係徹底㗎喎。我哋北京市長、市委書記就應該 call 啲學生領袖啊，喂大家我哋閂埋門，大家傾下，我哋好尊重你哋嘅愛國情懷啊，提出好多唔同嘅意見啊，咁啊大家四四六六，咁啊國家咧有好多困難，面對好多困難，好多問題。咁就完咗㗎喇喎。但佢哋好怪㗎嘛，佢就踢波，踢個波呢俾咗中央。咁樣中央你知道我哋李鵬呢啲官二代啦。啱唔啱啊，咁踢嚟踢去踢嚟，咁拖咗越拖越多人囉。好搞笑㗎。咁其他有啲路邊社嘅資訊啊，有啲我哋唔講話外國勢力啦，有啲外國意見人士，哇！北京一響槍，啊，我哋部署嘅十年來嘅部署工作咧失敗啦，咁就有啲咁嘅傳言翻嚟。但講嚟就冇咩意思啦，但即係叫一個今日就咁啱，又星期日，啊！咁啊，啱啱碰啱六四，我又聯想起嗰個好事咧。我送大藏經俾翻佢國內嘅時間，喺之前嘅，好似係送大藏經係六四之後嘅，未送大藏經係之前。六四完咗之後咧，我去到北京見到我哋中國佛教會嘅會長、全國政協副主席趙樸初先生，原來佢嘅書法咧喺國內好聞名嘅，佢係中國嘅好有名嘅宗教家嚟嘅，趙樸初老先生。國民黨時代咧，佢已經係做慈善會啊，喺上海嗰陣時。咁啊，而家喺中國寺廟咧，好多橫額咧都佢題字嘅。佢送咗我個對聯，到後期咧，我諗下都有啲心意嘅。佢上聯叫做六波羅蜜施居首，下聯就四無量心捨罪尊。咁啊，當年我掛喺我自己屋企嘅客廳度嘅。咁你正面一個對聯咧，咁我就有一個橫點咧，就係護持正法。護持正法咧，就係啊邊個啊？我喺口唇邊添。睇下先，係。敦煌的學者嚟嘅，佢佛教學會的副會長是周少良先生。周少良先生咧係天津的首富，佢早上咧係兩廣總督，佢爺爺，所以佢就做咗天津的首富。佢屋企咁送咗個橫匾俾我咧，就護持正法。所以我當年我的客廳咧，正面咧就護持正法，側邊咧就係阿趙樸初嘅對聯擺我嘅客廳度。咁有啲國內同胞嚟到探我咧，啲幹部啊咁，佢喂郭先生，哇樸老好少寫私人呢啲對聯俾人喎，好似佢哋記憶中冇喎，一你請我提字都不容易啊嘛。咁而家我都仲有收藏啊。咁我哋大家講一啲好事啦，因為
借管減金咧，我哋借任何一個衝擊咧，喺我哋佛學度咧，就係將煩惱咧變菩提，屬於唯識學中嘅轉識成就法嚟嘅。因為世間每一種力量咧，無論佢正面、負面，特別負面嘅力量咧係非常大嘅。個破壞性嘅力咧，幾時都比建設性大噶。譬如你起一座高樓大廈，經好多人手，經好耐嘅心思又要設計，但一個天災橫禍，一個火災，砰一聲咁就化為灰燼，破壞性非常大。哇！有人行過，心念一動，話拆樓咯，咁啊即刻冧落。咁你睇烏克蘭就知啦，冰冰白白咁，而家變咗廢墟咁滯啦。所以破壞性力量好犀利。但你點樣利用到嗰個宇宙性嘅破壞嘅力量，而喺正面發揮呢？呢個係喺佛學先有呢種學問，即係等於我哋原本係個人貪心係唔好嘅，但你更加要訓練咧自己個貪心咧更加要擴大，但你目標咧就係所有翻嚟嘅資源咧，全部用之社會。咁你嗰個貪心咧，個結果就唔同嘅喎。呢個就轉識成就法嚟嘅。等於當年我喺復旦大學演講，啲大學生問我對馬列主義點樣睇法？我馬列主義咧本身冇對錯是非，就算佢一杯清淨嘅水，但我牛飲咗就變牛奶啦，一毒蛇飲咗就變咗有毒嘅口水喎，毒液喎，會咬死人、毒死人咯喎。即係話所有世間任何嘅學問、任何嘅方法，如果個用出嚟個人個心術唔正咧，好嘅方法都死嘅，等於而家我哋中國共產黨主義點解唔好呢？如果真係做到嘅話，點唔好先？變咗全個共產世界咯喎，成個國際個個人安居樂業，平分財富，冇爭論，冇爭鬥，各就各位，一個大同嘅世界嚟喎，點唔好啊？如果唔好嘅，當年都冇咁多人支持搞革命啦，啱唔啱？但佢哋忘記咗人性嘅卑劣啊嘛！法律點解唔好啫？有秩序，大家守法，但你嗰個法律制度一落到一啲林害國之流，而家香港又叫林害國啊嘛，咁咪撲咗街咯，係咪啊？好啦，你嗰套法律，去到比而家我哋喺中國共產黨嗰人大法律委員會啲人去釋法去搞嘢，咁你好都死噶，好都死噶，即係等於你啲乾淨嘅水俾條毒蛇飲咗，咁咪就係咁嘅現象咯。所以人心好緊要。今日開咪講少少事情咧，就係話我哋都好湊巧，話得到趙國初老先生俾一副咁嘅對聯，即係有一個老人家都有一種含義喺度嘅。佢又講六四，但我將六四就擺咗喺一個對聯度：六波羅蜜，四居首，四無量心，舍罪尊，全部正面嘅。咁我哋希望大家將呢個六四嘅運動咧，作為正面嘅力量去睇，未來最緊要。中國人有時好中意記仇記恨，懷念過去，忘記咗現在。你忘記咗現在咧，就冇咗將來噶嘛。一將來嘅成就咧，你現在嘅工作咧，就係將來成就嘅基礎嚟嘅。所以在我哋佛學嚟講咧，經常咧叫人咧活在當下，
平常心是道，你做好現在眼前的本分，守你的本分，這個最重要。特別在現在這個亂世，真的亂世啊，大家不說得少啊。因為怎樣叫亂世呢？土耳其總統又連任了，但他連任呢，在正面來說呢是好事來的。我今天都通知了我的助手出一封賀信給總統，祝賀他連任。但因為他個人太厲害又太聰明啊，早幾日拜登又同佢直接通電話啦，咁俄羅斯普京大哥見到佢咧，就自己唔做大哥嘅，通常見到啊瓦爾哈多就俾佢做大哥嘅，普京好怪。咁你證明土耳其個總統幾叻咧，個人可以左右逢源，同印度一樣。咁啊，佢呢種嘅能力咁強嘅人，又是憑他心念一念之間的，他將這個能力用在正當方面，用在黑暗方面，世界就不同看法了。所以上次我們國家習近平主席大鑼大鼓召開了個中亞的大會，五個國家中亞國家來出席，整個叫大唐盛會。但我睇冇咗土耳其，冇咗伊朗，冇咗沙特，唔好講俄羅斯啦，俄羅斯比較敏感啊最近。咁你點成中亞嘅氣候呢？咁咪即係得啖笑囉，啱唔啱？咁咪搞個得啖笑出嚟嘅，咁你中國外交部，我哋叫做戇鳩部啦，鑊鑊搞啲戇鳩嘢，令我哋習先生出醜，搞個大庭盛宴咧，亦都唔識搞，搞到瀨屎瀨尿，鬼五馬六，啊個個企喺度睇心口碎大石，連凳都冇張坐嘅，咁咧撲唔撲街啊！大堂盛宴啲女仔要露半胸噶，大佬，同埋亦都唔應該用大堂呢個唐朝出去啦。因為唐朝是外族人統治中國的嘛，關你漢族什麼事啫？如果你說大中華主義，你說民族主義，外族人來的嘛，唐朝鮮卑人來的嘛，用宋朝可以了，明朝都是胡族人來的，朱元璋胡族人，鄭和亦都係胡族人嚟嘅喎，清朝啊唔使講啦，更加係滿洲人啦，元朝啊更加蒙古啦，所以習先生下邊嗰班謀臣咧，真係驚害我哋習大哥唔死嘅，專搞啲嘢出醜嘅。喂，你請中亞五國，你冇咗土耳其，冇咗個伊朗，點成氣候？以色列你都最好叫埋嚟添啦！如果你叫到以色列、伊朗、土耳其出嚟，有八個呢個國家咧，嗰、那個氣勢咧就唔同啦，完全唔同一回嗰回事。叫埋沙特，即係九國，九子連環，而家搞到瀨屎瀨尿啦！好啊，另外講少少時事咧，就好簡單嘅。最近大家看到啦，我哋人民幣國際化，中國啊同好多外國簽咗好多人民幣，但好不幸，一簽完之後咧，整一兩整大羅大鼓咧，人民幣咧跌到撲街，好似先兩日咧去到7.2，你話大唔大領落啊？所以你睇到成個中國啲經濟學者啊，古靈精怪咧，就一廂情願去諗嘅，坐喺對住四幅牆坐喺中南海戇鳩鳩俾啲意見，嗱咁咧我哋就得噶啦，去美元化啦咁，去唔到咧就俾人哋去人民幣化喎。而家調翻轉頭我哋彈彈領落，有一班古惑仔咧
收咗你啲人民幣，好似沙特嗰啲咁，佢我哋所收嘅資訊，佢收咗人民幣喺外國買唔到嘢嘛，佢走去上海買金啊，買黃金啊，你放成口啊，你又大唔大領落啊？俄羅斯又唔使講啦，俄羅斯仲厲害啦，透過啲海外公司咁啊，再嚟香港兑咯。利用你香港的港幣去兌兌出去咯，將啲人仔，所以人仔跌到撲街咯。香港外匯儲備又俾佢哋扯空咯，係嘛？咁啊變咗呢個又係對我哋嘅人咧係好消息嘅，因為我啲好朋友咧賺好多錢，因為大家啲台友聽我節目咧，我經常都叫佢哋萬里長空噶嘛，啊咁好多人咧沽人民幣咧賺好多錢，睇到嘅。一呢啲唔使話乜嘢經濟學者乜乜物物啊，所以我哋對呢個陳茂波呢件黑衣咧最反感嘅，將香港人嘅外匯咧輸咗2000亿，係嘛？呢、這個咁嘅財政司啊，真係要拎去幫華為養豬啊啱噶啦啊！好，我哋希望今年咧，我哋特首超將陳茂波送去國內幫華為養豬。呢、这個我哋係六四嘅願望嚟嘅，喺今日啊，係咁先。坐不下，这边也可以坐。国葬的居士向中国佛教协会赠送南传大藏经一首，现在开始。请，首先呢，就请国葬明居士向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佛珠居士赠送大藏经。各位中国人同胞，我们是今天呢，是我们中国作为佛教文化圈的一个很重要的时间，就是把我们2100年前编载的梁启释迦牟尼的巴黎语的藏经带到来我们整个国家来。在我们西藏来讲呢，每一件事情啊都有它的因缘的。这一个因缘呢很奇怪，这个佛教在我们中国差不多有2000年了，在这个2000年来，有很多高深的大德，还有很多人他研究这个佛学的文化。在我学佛时候，我也感觉很奇怪。很多人都知道释迦牟尼的是用巴黎语讲经的，啊，知道有一套巴黎语的藏经，为什么2000年来两边人把这个经典拿到我们国家翻译过来，就是一个谜。为什么原因呢？我都要期望将来有人给我一个答案，我自己要想出来，可惜我现在保留了，说出这个原因。我是这个藏经来自中国的因缘啊，是有人的因缘，也有法的因缘。我先讲法人的因缘，这个法是人才可以带来的，没有人这个法带不来。可
很多人在香港，他们也曾经问过我，好几年前，他说你是期待香港人，你的自己在香港现在也有一点钱啊，很多人都跑到外面去了，为什么你还要回到中国去做一些事情啊？我就很少跟人家说这个问题。我相信在中国同胞有很多人他心中有这个问题，这个郭晓明他是做生意的，他那个香港人很多在97年了，他们都跑到外边去，他还来到我们国家，光这个东西是什么原因呢？他们很多人都是猜。我今天呢把这个人的恩怨呢说一说啊，早就在我们中国啊，没有这个共产党领导，你们看不见我，我不会回来。为什么？我们这个国家那么大，人口那么多，因为我给一般人了解我的国家。我们的国家在公元前246年开始，成康时代到1912年清代退位的时代，经过2158年，这个时间啊，发生了7501次的天灾，8853次的降落，这是平均每年有3次半的天灾，4次人祸。到了清朝，文革诈令到我们的这个新中国的历史，那发生了10年的内战，8年的抗战，还有人祸天灾，也是在我们国家人祸天灾啊，都是造物而及于气的。可是在这个当年年轻的共产党占领家，他把我们这个新中国创造出来，基本上来讲，我们国家已经没有降落，有一点到现在还有一个长时间的稳定，才会把我们国家发展。时代的进步，我们把这个天灾根本的问题了都基本解决。可是，在我们的民领导上，当年他有一定的监察的，有失策的地方。可是，在我们每一个国家，在世界上每个国家发展的过程都有这个政策上的错误的地方，可是在于没有这个共产党的组织啊，有那么多的精神的支持，我们这个国家没有这个健全的这个工人的组织啊，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不起来，因为他们有这个工人，我支持他们发展这个国家，提供好的意见给他们，就是帮我们中国同胞在未来把这个国家更加发展得快，所以我就回来。还有在我们的共产党的他领导思想，他是根据着马克思的开拓发展创造的精神，还有着无神论的精神，这个思想我是回来主观的原因之一。可是这个精神呢，我们呢可以保持的不变。可是我们佛教来讲啊，这个是无常的世界，外边世界每天都变，所以我们方法可以变。这个是人的因缘，我就到了我们的中国来。还有这个法的因缘，在于这个法是有神论的佛法。这个国家我相信他来不到，因为这释迦牟尼的精神还有他的教义绝对是无神论的，跟我们国家这个马克思的思想无神论是相通的，所以他可以进来。这就是人跟法的可以再来到我们这个国家，就是因缘成熟。可是这个法到我们国家，我们怎么样发挥这个释迦牟尼缘起佛法精神？从经济来讲，
我们快利用这个西藏牟尼的人权的地方，可以把我们在外面有些神权的国家，他们借用人权的工具来找我们国家麻烦。我在西方世界开会的时候，他们问我为什么中国人权是怎么样，我是你们西方社会啊，没有资格谈这个人权。他问我为什么，我是你们是神权社会，你还没有这个条件跟我谈这个人权，我用这个佛法把他们化掉。还有另外一些就经济上的问题啊，我们这个中港台是我们祖国希望统一的，将来统一振兴中华的事业。可是我跟人家谈起来，中国大陆是社会主义的地方，台湾是厦门主义的地方，香港是资本主义的地方，你们拿什么工具把它统一起来啊？别人答我这个问题，后来我就跟他们建议，只有西藏牟尼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有2000年的历史，没有人反对，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他讲的话，我们可以利用这西藏牟尼的慈悲智慧的精神，在我们这个沙漠地方呢盖建筑一条桥梁，把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统一起来。